有很有 love 的感觉，你们想喝吗？要成为我这杯可可的 lover 吗？要开玩笑。好，我们这杯先放在旁边。要喝什么？然后呢，东西就好了，东西就好了，就拿给客人。超棒，超棒，就只要负责收钱而已啊。好，好，那等一下，那我们来换第二位 ，Love You 可可，好不好？好。那云清姐姐，云清姐姐亲手调配了 Love You 可可给你喝，好不好？好。我跟你回家，好不好？对，那我请你喝啦，我请你喝 Love You 可可，好不好？好不好？我给你烧一点。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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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倒太多，我们这边也要开啊。好，来，全部倒进去之后呢？进去之后，加牛奶。来，谢谢。好。耶，可以了。可以吗？哦，可以。好了。好，完成云姬的专属 Love You 可可。好，一二三，上。哎呦，好。好，大口喝下去，自己调配的饮料有什么不一样？好喝吗？有一种乐福的感觉，非常甜蜜又很好喝啦，很好喝，就是就云姬哥都很非常好喝，对，都是想陪你们，我陪你吗？对，我觉得在不管是冬天夏天，来一杯巧克力，不管是热的冰的都非常棒。对，好，我们掌声给云晶鼓励鼓励，他亲自调配的。比如可可西诺，云晶在我们的 Love You 可可上面签名，来，请所有粉丝们帮我打。好，其实现在距离演唱会已经剩下，其实严格算起来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其实一些构思啊、创意，其实都已经想得差不多了。那剩下就是说有一些可能视觉上面啊，比如说服装啊这些东西，就还在大家还在就是脑力激荡中。那我觉得应该会蛮酷的，因为这次的整个就是演唱会有一些编排的流程，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些主题性的，所以呢先不跟大家讲这么多，但是我自己还蛮期待的，特别的惊喜啊。我觉得除了在音乐上面的惊喜以外，我觉得既然是我陪你这样子的一个题材的演唱会，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当天我觉得是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人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我希望可以营造一个让大家觉得很温馨，就是到了 TICC 这个地方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彼此互相陪伴的感觉。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以前还真的有在泡沫红茶店打工的经验这样子，那我觉得还蛮熟悉的，所以刚刚如果那个他们如果考我一个比较难的饮料，不一定我还可以做得出来。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今天这个体验就是让我有点重温了以前在饮料店打工的那个一个经验这样子。对，嗯，谢谢。